很多这个观众都是早上起来啊，我觉得早睡早起对身体好。我靠，打成这个样子有必要吗？啊，弱点在上面，这个人有点猛啊，有点猛，这个技能还是剑魔的技能还是猛，没法跟他换。等我稍微等级高一点，暂时不跟他打，先打不了。二级学了 W 会好一点。哎，控制我，那吸血有点强，我 W 好了再跟他打。哎呦，这能碰到我，有 W 耗他就好耗了。哎，炮车没吃到。他这么大很危险的。弱点在背后，不跟他打。好，舒服。他这波弱点刷到身后，刷到前面他死了，刷到身后我觉得打不太靠谱。我要硬交闪也可以，我队友要来抓，我觉得他死了，他现在注意力在我身上，他根本不知道我队友已经，我单杀他了。哎，蛮王来了，完了，这蛮王怎么在他身后啊？剑魔我可以秒，没事，我有 W。你想干嘛？想好了再上啊，搞不好就双杀，我跟你讲。好，舒服，哎，让你上，让你上，哎，舒服，双杀，哇，这波飞，杀了我们一个盲僧，拿了一个红蓝 buff 就算了，是吧？我也不去他的人，我也不去你的，我也不去你的，你怎么跟我打？这波六级怎么样嘛？这个 W 放的怎么样啊？弱点全部打到，所以他这波 TP 下来，我就觉得他要死。我有红蓝 buff 的呀，完全不许他啊！主要是我们这个 W 好放。啊，完美！哇，这波他炸裂，炸裂！感谢皮皮熊的飞机，感谢花花未来科技的飞机，谢谢。起飞喽！我起飞了，皮皮熊，怎么样？这首菲奥娜如何？有点强，主要就在于我们的跑位啊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D
第二次产生暴击，蛮王在下，看到了，他现在没法打了。不要上前，这波弱点在前面正前方，不要过来，过来一定 Q。 感谢我的酒馆送上的福袋。你敢放技能，我一个六一个 W 打到你就眩晕，他都不敢放控制了，你还敢放，你还敢放，你还敢放，哎，我 W 晕他的这种几率太大了，他只要放 Q 动作又慢，我放 W 必定晕住，他打我不能放技能，那他怎么打？好，我们再吃一层塔皮，他现在不敢放技能了，他那个动作太慢了，我的 W只要抵挡了控制技能，那么就会把它眩晕啊，那就不是减速了，就是眩晕了。把它打懵了，这个这就打懵了，现在完全不是心思了。啊，五十一刀补刀不是很多，现在加强我的补刀了。人呢？回家了吗？特别难受，他现在不敢放技能，还放技能我就能晕到他。哎，摸他弱点，他很烦。哦，这也能拉到。说现在剑魔的那个大招复活我搞不清楚，没研究，我现在不知道他那个复活是怎么算的，我搞不清楚，知道吧，不然我就盯他了。他居然帮他控线，我服。感谢八神薛峰的大火箭，谢谢八神薛峰。他居然帮他把线控住了，这个打野，一个好打野啊！死啊，没皮屑，这个这波打了他没皮屑，上去掏他。诶，
是不是有点浪？哎呀，终结了，终结了，有点浪哦。浪了。感觉我打得太浪了，先把他坦拿了。这么打不太好，感觉他的蛮王来了。这个蛮王刚死了，看到我这样，他肯定要上来。我还是稳一点，但他这样搞，我推不了他的塔。来了，这把不可能再死了，给了他一波机会。他蛮王在。他这个走位蛮王在，不给你机会了，你就在旁边看着。你能还能把我杀了？这个我都不信了啊！他仗着自己有大招，无尽怒火硬砍我，硬皮。没事，虽然他现在血多，等他弱点到前面我再打他。我其实这个血量可以秒他，我觉得。靠这个东西！拜拜啊！不浪。谁溜？我的剑准备好了。他的 Q 技能不要想晕我，不可能的。他只要晕我，一抬我就放 W， 必晕他，必晕他的。如此不入流的。不过我杀他也不值钱。哦，这个蛮王气死，我要想办法把他这个塔拿了。哎呀，他就说在塔下，我不好搞他。马上就好。他弱点刷在前面，我就可以耗他了。这波弱点好。痛不痛？超痛的这一下，他弱点刷在后面，我就不好，不能搞他了。他队友来了吧？这个周围，
我来了，有没有大招？搞不清楚，算了，他大招应该好了，我离他远一点，走了，拜拜啊，拜拜！这个人是莽夫，我可不跟他换，没必要。我要出个吸血。换了不划算，他刚才应该没大，有大我估计他强杀，但我有一个劳伦特心眼刀没放，他强杀杀不了。哎，没打到。他们现在全面劣势，我现在只要把他宰一次，这个防御塔就可以收了，但他不出来。GG， 他们好像要放弃。痛。他一控我就是一个眩晕。继续耗他，没 W， 照样敢耗，没事，直接秒掉，哎，大招一给，瞬间两个破绽，秒杀，你想干什么？哇，这好痛啊！不能这么跟他打，这个是这个莽夫有点不带。我靠，这个暴击太痛了。哎，好，他大招他把他吃掉了。十，好，哎，真的是莽夫这个人。太脆了，根本就没有机会让我跟他迂回。还是打剑魔去吧。但是我并不是很服气，如果他还要来找我的话，我继续跟他打一波。我要用操作取胜他。哎，瓜皮，莽夫，强杀。
有点不太稳啊。我不能团，我要单带，我真心要单带。现在还没有资本了，装备还不够。我靠，他们还不走，真把我菲奥娜不当回事啊！这波 ADC 死了，必死无疑，必死无疑。一个点燃就是，好 ，OK， 终结。马上无敌，带线超快，继续把他二塔带掉，哇，这一波线吃得非常快，哎呦完了，哎呦完了完了，我感觉我不能做莽夫啊，我这个打得有点莽。主要是现在的装备还不足以支撑我秀起来，现在装备还不行。现在还莽不起来哦。每秒200，五秒1000，好，像这种战斗我是不可能虚的，我队友在我是不可能。哦，我靠，这就没了，大龙。我来登带。走了，撤，推他中路二塔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大龙吃掉，很好。我们带他这个兵线，哎。他们现在团战不可能打过，单带他们也很头痛，只要我不一扫打多，随便打，他们一来就是两三个挂皮一样，不存在给你机会的，闹得压皮。不可能给你机会的，好吧。
我推中，你们去中我就去，我就来上啊，我看你怎么搞。我队友退中了，我看你们怎么办。听讲你又一个人了，哇、哦、这你还能把我杀了， ADC 得死，你在开玩笑。你在开玩笑，我有 W 的，舔我。GG。去喽！OK。嘟嘟嘟嘟嘟。嘿嘿，感谢断线了送上的飞机，谢谢断线了。这把我们。